哎，他假还说我假摔哦。野球场上东西不要有。野球场东西嘛，不是刚说完野球场东西不要拿过来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他那情况，但是你那个动作有点大吧？别说了，哎呀，你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的真实感受确实是他真的推了我一把，然后我当时也确实没有站住。别受影响，别跟他们说打，继续打球，继续打球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球，两次，一次。两罚全中，来到 J Team 的罚球时间。好，张宁，张宁，来，李志颖，你们两个过来。握个手 ，OK 啊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回到赛场上。我觉得篮球在篮球场上，其实这些是能理解的吧？大家其实都想赢比赛，所以大家都对对方在场上是有敌意的，所以大家有这种激烈的一些冲突，我觉得也是正常的。换人 ，J Team。J Team， 三分还是没能找到手感。朱明镇三分不中，李文豪抢到篮板，给到马布里。协防，协防，在协防位置。马布里给到李志锦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抽到手了，抽到手。他手刚就成了。来，我们其他球员先让开，回到自己的阵营席。其他球员，肿了，他肿了，肿了，肿了。来，我们场上观众给李文豪点掌声，好吧？我看到他的肿胀程度来说，我已经知道他不行了，他肯定是打不了，已经。就肿的已经是只能这样，都没办法弯了。看到我们这个篮板王李文豪受伤，我们第四节怎么办？我们这边的 J Team 的队员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的到来都感到非常期望，也希望我们能帮他们做一些更多的事情在场上。自己在场上受伤了，后面的比赛不能打了，我也感到心里非常难受。J Team 的两位领队，你们是否要换一个魔王队的球员上场？对。有了，有人选了，来，小叶子啊，所以是换上叶文浩。对，我自己真的很想上场，我觉得我可以防也可以攻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状态好，我觉得我可以打更长时间，就是去做这个主攻点。好了，来吧，我们马上开始比赛。加油加油！来来来，我们全场观众，我喊 J Team， 你们喊防守。J Team， J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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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am。好的，抢到篮板，叶文浩空位，一个踩线的长两分，好球，放人了，杨浩哲，好球。马布里给到叶文浩 ，in out 之后进来，造成犯规，险些二加一。把张宁换了，换人，可以。张宁休息一下吧，也怕他们受伤了。Yes， 一罚命中。两罚全中，给到唐日辉，打他打他，注意三秒，内线，注意三秒，朱明镇被冒掉，马布里给了叶文浩，上中两分，叶文浩，叶文浩他打得很有 power， 很有侵略性，每一个进攻都有那种套路性，都清楚自己在干什么。叶文浩的表现我真的确实挺惊讶的，喜欢，我喜欢他的默契。哎，防守啊，过他过他过他，朱明镇
传出去，传出去，传出去。三秒钟的时间。最后四秒钟。3, 2, 1 Mavery。好球，好球！大爱连连。那上半场结束，龙骑士以62-48领先 J Team 14分。有请我们的双方球员以及领队回到更衣室，稍事片刻，马上迎来下半场的比赛。我们已经习惯了，然后让他们热身一下，然后我们 OK， 十四分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然后我训练师打电话给我温哥华的附近的人，然后我不能，他们不会让我上场，所以我今天不能打。去年的十月就受伤了，伤的坏处就是很久不能真正的打球，所以我还是觉得看每一个领队打，然后自己不能上场，就是很可惜。所以第三局，我们当然很支持他的做法，因为他毕竟是 NBA 的球员，而且他脚上大家也都知道，我相信大家都不想让他冒险去打这个比赛。我当时心里想，我说如果林书豪他要上场的话，我是第一个要站出来阻止他的人，希望他不要受特别大的伤。我们现在先故意这样子好不好，留给他们点空间，我们等一下追反超漂亮，对不对？ OK 啦，我觉得可以，而且他们对很辛苦，给他们点掌声。那我们来点掌声，加油！1, 2, 3, 4, 5, 5, 6。上半场我们打得不错啊，特别第一二节的时候，前半段我们打得很好，比分拉开了。上场比赛你们到更衣室以后又乐又笑，大家很开心。上半场结束就以为像赢完一样，现在你们做得非常好，你们现在的表情，而且你们的专注度，我觉得这场球我们不会犯上场的错误，因为我从你们眼中我看出来了。来吧，我们把来专注度保持到最后啊！好，这场戏剧经验啊 ！1, 2, 3，龙骑士。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，龙骑士 J Team 你们派出的球员分别是孟翔。好了，国王队的球员孟翔 ，J Team 你们球员队的名单：杨振、刘恒毅、郭振、林书豪。第三节比赛现在开始，由龙骑士的魔王队对阵 J Team 球员队。给了刘恒毅，给了刘恒毅，内线大吃小，两分打中。